大家好，我是山仔。今天出来摘一种野菜，这种野菜非常的好吃，而且作用还好。今天要摘的野菜就是这种，这种我们叫荠菜，就是这种了，荠菜，浑身长满刺的。我要摘的就是它的嫩芽，这就是嫩芽了。这种嫩芽非常的好吃，进口的时候干干的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在这个头部发现一条非常大的牙，这个可以说是荠菜中的极品，荠菜王。这种荠菜呢，它的功效就是清热利湿，功能非常的多，还有那个喉咙痛啊、感冒啊都可以。已经摘了这么多，这里还有很多小芽，这个还要过几天再过来摘。荠菜的吃法，我们经常用它煲汤、煲瘦肉，或者凉拌吃，都非常的好吃，而且也很祛湿的。